我即马需要你替我去做另外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需要你替我去接近一个查甫人。这放心，唔是啥物奇奇怪怪的查甫人，而且只要我伫个啊，当年迄款代志，就绝对无可能发生。你这七月半不知死活你啊！来啊！过来！爸，妈，别在鬼死！你别过来！我有一款人，你总爱个提不起的。代志拢处理好势未？无代志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斗相共？拄好迄个人，我有哪真讨厌。啊，搁有，以后咱想甲想斗相共，拢也无一定。不好意思，顾你想起当年一段不好的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会当证明当初你做过一件代志唯一的证据，我有找一个安全的所在，甲收起来。只要我莫退出来，安尼当初一件代志，就等于完全无发生过，知无？当年总裁跟我斗相共，若不是你，我早就去吃免钱的饭，也无可能跟姓汉做伙生活。我的命是总裁给我的，总裁今麦需要我，我当然愿意为你效劳。啊，不过，敢明是最后一摆。什么意思？姓汉为了这件代志，跟我冤过好几次。爱我卖做这份工课，我无希望阮母仔囝的感情愈来愈远。我是考虑要退休。好啊，只要我的客囝会当欢喜，我拢嘛好。多谢总裁。我爱你接过呢，就是这查甫啦。伊就是大放营造的当署长，彭耀武。好，我知。
你之前讲杨姐失去记忆啊，安尼伊失去记忆之前的代志，你敢无清楚？即马是安那？敢讲杨姐已经想起过去的代志，所以你才会说你要惊呀？我会记杨姐伫日本的时阵啊，常常会头壳疼。不过即马看起来，伊这病情啊，好像是完全拢好安尼。阿伯讲的是已经探听到杨姐以前甲周信强本爷母因三人是结拜兄弟，所以想要套外话。杨姐的个性我真了解啊，若毋是我都会完全信任的人，伊不可能为着外人来违背我的命令。所以周信强甲杨姐因之前的关系，你是毋是拢知影？讲知影还是唔知影，拢会引起阿伯怀疑。我是要哪讲才好？我已经把话讲这么白啊，杨姐，你若要继续为着周胜强一直打我的底线，就唔难怪我唔肯帮伊煞。我的两间公司拢无领导者，然后所有人拢双脚跪落，迎接我这个新王登基，你敢做？阿伯竟然想要对大兄也阁彭耀武出手，秦副社长，总裁，秦副社长来啊呢，拄才咱讲的话，你们早听着无？大伟，阿伯约我来家，我去了进前电话机已经包厢，饭店内面无人呢。哦，进前已经消毒了，总裁是啥？我替伊开门。哦。总裁，青木社长到位啊！阿伯，八哥你也在哦。太姐，赶紧给我擦掉。没了，该讲拢讲完了。好了，照我讲的去做，知影无？没问题，总裁。社长，我先来，再见。阿姐，啊你唔坐，你咧看啦，我来先啦。无啦，阿伯，发哥这人真正唔啥物好物啦。进前也阁有对付哦，江小姐个，我真正认为讲，咱无应该甲这种人合作啊。江小姐个代志我知影，而且发啦，我嘛已经甲伊解释过啊，伊嘛甲我讲，以后绝对唔敢。阿姆哥阿伯，我是认为，阿姐。我要用什么人，要安怎用，我家己我的主张。我不是叫你来这教我安怎做代志，还是讲你拄则有听到阮咧讲什么，你感觉无妥当，所以即马想要甲阿伯指点者。我哪会敢甲阿伯指点啦？而且我人拄到呢。安尼就卖管闲话事啦。上野商城即马进度到倒位啊？你先甲报告者。是。高小姐看起来嘛，无亲像是有心机的人，唔知爱是真正可怜，还是搞搬戏。咪啊！咱家就有缘的呢，搁拄着啊！我请林嘉宾。哎，唔免啦，我拄啊恁过啊，我拄啊好买来走。哎。无，我介绍我的翁婿来给你认识，伊在外口讲电话。娘，伊就是我的翁婿周信强。信强，这位就是我甲你讲过，我的救命恩人咪啊。你好。多谢你叫我太太。这真正无啥，唔免客气。安尼我就无叫了恁健康旅游会，我先离开啊。哎，咪啊，你敢真正无好多，跟阮坐下来啉咖啡。我翁婿哦，就想要好好甲你说多谢。原本想讲咱袂阁见面啊，想袂到搁在咖啡店拄着，
这一定是天公伯安排。我真正足欢喜的，当认识恁翁，恁两个看起来真正足速配。恁翁应该足无闲的，还能有时间通陪你。安尼我就爱甲恁交流啊，林刚，有机会我再甲你啉咖啡。啊，你上无买老姐联络方式好啊？这，是啊，静雯，你们条件要走，咱已经二十几年无见面了。信雄，丽红，我实在米娅小姐，都是第一时间唔敢确定。你那是啥意？阮。阮之前交往过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伊是你的前女朋友？偌久之前？二十八年前。开车。我就是讲你认不出我，多阿姐无跟你相认。若不是雷锋讲到你的名，我可能阁认不出来。我问你哦，你当初到药物中心见面的时阵，你对伊敢还阁有留恋？敢阁想要回去的身躯边？你哪安尼问？你两个分手拢毋是自愿的，你敢会想要弥补当年的遗憾，改手倒转来？丽红，你嘛知影，我到药物。我对伊只是朋友的关心，拢无其他的意思啊！你到底想哪？我真正无人探问啊！我真无简单，甲性格感情才稳定落来，我真正袂当阁失去伊啊！你甲性格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性格遭乱精灵。出现啊！我看得出来，伊对伊还是真关心。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做。你敢知影，伊两个人分手的时阵，敢有不甲无欢喜？应该是无。那呢？因分手。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性格是跟伊分手了才拄到我的。你哦，你就是受过爱性强啊。大概哦，只要是性强的代志，你就安尼规个走进去。既然性强跟伊的前女朋友分手拢无拆破面，啊，分手的原因嘛跟你拢无关系，所以因只是单纯的老朋友见面，你根本无需要这么紧张啊。但是不像你简单。卡斯讲信雄知影是我叫人去弄米啊，才害伊两个人无法度见面。信雄一定袂够再爱我。丽红，你爱对你家己有信心，我看会出来，信雄的心内只有你一个人。你都莫安尼哦，家己吓惊家己，影响到恁的感情，安尼真正足无价值的。